歡迎大家翻嚟啊！呢個係《從零到奧數》嘅第三十個片啊！咁啊，而家題目就喺熒光幕上面出現咗啦，就 x 乘 y 等於 a，x 乘 2z 就等於 b，y 乘 2z 就等於 c。咁即係有三個數 a 啊 x y 同埋 2z 啦嚇。咁啊，佢哋個別乘咧就一個係 a， 一個 b， 一個 c 啊。咁啊，次序冇乜所謂啦。咁啊就問咧就係 x 嘅兩次方加y 的兩次方加 2z 的兩次方是什麼呢？這樣當然就是要求大家用 ABC 來到寫出來的，所以如果大家想試的話，現在可以停一個視頻去試一下，如果是想看答案的話就繼續了。我自己本身就試了第一次是失敗的，初初想著這個有x square 加 y square 加 2z square， 即係2 x 嘅兩次方加 y 嘅兩次方加 2z 嘅兩次方，所以我諗住咧就可以咧試下就係 x 加 y 加 2z， 咁而家全部兩次方佢啊，咁啊於是咧我哋就會見到有啲 x square 出嚟啦 ，x 嘅兩次方出嚟啦。我哋會見到啲 x 嘅兩次方出嚟啦，咁啊有 y 嘅兩次方啦，有 2z 嘅兩次方啦，仲有一啲就係佢哋交叉乘埋一齊嗰啲，咁即係話咧有啲 xy 啊諸如此類。咁但係呢個問題咧，我可以攞到呢個出嚟嚇，而呢啲 xy 乘埋一堆呢啲啦，可以上面攞到啊，可以呢個上面攞到。但係咧，我哋仲有一個問題咧，就要揾個x 加 y 加 2z 出嚟，先能够求到呢、這个，所以咧试完之后发觉咧，唔得，此路不通，要揾个第二条路啊，所以咧而家呢个就谂，即系话咧，即系老叶都有时咧都要试几时先揾到正确嘅路线啦。而家呢个路线唔啱啦，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试下揾另外一个路线啊。点解俾我换颜色？好，我而家換一換顏色啊！咁啊，另外一路線咧，我睇下，我哋係揾 x square、y square、z square。如果我哋將上面呢扎嘢全部乘埋一齊，咁咪出咗個 square 出嚟咯。所以我哋全部乘埋一齊 ，x square， 我 y 乘 y 又有 y square 喺度啊 ，z set 同 z set 亦都有 z set 嘅 square 喺度。咁全部乘埋一齊，即係 a、b、c 乘埋一齊啦，就 a、b、c 啦。咁我哋而家要咧就要呢個，但係咧我哋好在咩咧？就如果我哋要呢啲每一個都可以寫做啊，就係 x square y square 等於 a 嘅兩次方啊，咁啊一樣樣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我哋係想揾 2z 啊，咁我哋個 2z 嘅兩次方啊。二 set 嘅兩次方就係咧，我哋 x 兩次方 ，y 兩次方，二 set 兩次方，兩次方，兩次方，除啊！x 嘅兩次方同埋 y 嘅兩次方啊，咁我哋已經知道啦。上面呢個就 a、b、c 啊 ，a、b、c， 下邊咧就係呢個 x 嘅兩次方 ，y 嘅兩次方就係 a、b 啊 ，a square 除 a square。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咧，呢個等於咧 b、c。除 a， 因為 x、y、z 都係對稱啊，所以我哋可以知道啊。如果我哋咧係 x 嘅兩次方加 y 嘅兩次方加 z 嘅 z 嘅兩次方，就會係咧呢堆嘢嚇
輪嚟輪去，咁我哋咧就先選擇 B 同埋 C， 下低就 A 啦。加埋咧，另一個就係啊 A 同埋 C 咧，下低係 B 啦。再加埋咧，另一個咧就係、是、A 同埋 B 咧，下低係 C 啊。咁因此咧，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答案啦。